在高雄有一个才16岁的调酒女学生，在今年亚太调酒大赛当中越级拿下17岁的传统调酒学生组冠军，是全球调酒界最年轻的冠军。穿着国旗装、长相甜美可爱的调酒小魔女郭植琳，像跳舞般姿态优美的调酒姿态相当吸睛，自信眼神还有调配出来独到的调酒气味，让她获得评审青睐。才16岁就越级拿下17岁的传统调酒学生组冠军。她说，当时穿着国旗装上台领奖的时候，心情好激动。因为我是第一场的开幕，又是第一个，然后很紧张，然后。但是知道得名后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为台湾争光。这么年轻就在国际比赛大放光芒，其实郭植琳从小就是调酒神童。这个时候的郭植琳才4岁，就已经调酒技巧相当不错了。因为她来自调酒世家，爸爸是调酒协会主席，妈妈是调酒教练，跟在爸妈身边耳濡目染，从小就展露调酒天分。这回跟着调酒团队出国比赛，也让老外见识到台湾少女调酒的厉害。记者潘年、张梦雄高雄报道。